述的感觉是，听心若无行为是死的。感谢大家平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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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安这个时，谦卑畏畏在你的面前，我逐摆亲近，我就更加知影，你是主，我是你的百姓，就更加知影，你是大观念的创造主，我是你手中的宝贝。愿我一世人个人会当不断地来问，我是啥人？我站在上帝面前是啥人？佮站在这世间的人的面前，我是啥人？上帝，让我一世人活在这，到底要创啥？当这个问题，我若不断地问，然后我的生命意义就直直走出来。上帝啊，愿用你的话充满在我的心，信心在这做工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信心若无行为，是安怎？是。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干呐对上帝领受一个真特别的机会甲特权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，踮伫即世间，虽然已来2000年前，总是3年半落实做工所传的道理，所讲的故事，今仔日至少留的。耶稣若会当亲像我有叫活到60岁，伊毋知会当加做偌济代志，会当显明搁较济上帝国的奥妙，真可惜，伊敢活33年，然后出来做工3年半，啊，伊活伫即世间做工的日子，我来应付已经偌久咯，整整2个年头。啊，安尼耶稣已经一半加啊，伊就要进国国他。到底靠伊靠这个少年家，伊对世界的影响太遐尼大。咱到即满2000年后的现在，我还搁直直，咱还搁直直咧讲，主啊，我伫你的面前，我的人生就怎样过？还搁直直讲 ，What would Jesus do？ 到底搁倒来讲，耶稣怎样做？我要学耶稣安尼去做。所以，这个信仰也搁伫遮伫个查验、伫个思考、伫个做一个对照。耶稣怎样做，我努力照安尼去做。所以，这个在今日显明一项行动要紧啊无？行动真要紧。这个20世纪有人提出一句话叫做 "Doing theology"， 就是讲行动的神学。你了解偌济，迄是一回事啦。你所知若无法度变作行动，你所知是死的。你无论安怎样信，我信上帝，但是你安怎信上帝，你按迄个信若无变作你的生活甲见证，迄个信嘛是死的。今年是台中中卡片，咱就纪念台文500年。这个宗教改革500年，因为唔通想讲以前的人拢有机会读圣经，这本圣经伫这个迄、那个罗丁马丁以前，一般的人袂当读着圣经，干那迄个天主教的神父才有法度通读着圣经尔。一般的人拢干只有点点听伊讲，无机会看着圣经、摸着圣经，是对因开始。讲圣经不是干那宗教人员、神职人员的权利，圣经是上帝俾予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通读。OK， 因做一个真伟大的改革，所以把这个圣经全落实，会当印予众人。早前遐伫咧偷印圣经予人读，偷抄圣经予人读的，会予教会念一关。对，你知影讲信仰、人生对真理的了解是一步搁一步伫咧慢慢啊伫咧演进。啊！伊迄个时伫咧传达的一个信仰甲信仰是讲，人伫伊搁倒转来伫咧保罗的话，
罗德马丁伫咧古堡内话，伫堡内遐，伊超出几项。人生义是因为神，唔在伫人的行为。人的称义是因为神，所以是因信称义。因为我唔知你安怎样了解这个因信称义。因为你有信心就叫做义人吗？唔对。因信称义真实的内涵是。你有信，然后你甲上帝保持一个合宜的关系，请记得一个，因信称义的义，不是你有信心就成做义人。因信称义的意思是，你有信心，你只有带着信心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啊，我信你，上帝啊，我告别你是我的上帝。然后这个信心怎突然变作你甲上帝等于是一个白镜合宜的新的关系？因信称义真正的内涵是安尼，但是过去几若百年来，我想咱的信仰甲神学，互一寡神学家还是互一寡牧师解说，信，你就得着救啦。信洗礼，你得吃这基督徒，吃这基督徒就得入去啦。我跟你讲，咱就是安尼直直传，包括罗马书第十章、第十三节个只，咱读一下好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真侪人伫咧传福音个时，直直真强调，你心信就要称义，嘴真。就要得救 ，OK？ 咱安尼直直，我直直讲这个，直直强调这句话的时，真侪基督徒到尾啊，全变做一个平信徒。我都已经信耶稣啊，我已经洗礼啊，我已经是基督徒啊，全听你啊。所以真侪人洗礼了后，就全离开教会去，因为我已经洗礼了，我已经得救。迄个会当入天堂得永生的保证书啊，因为伫教会有我的名册，你可以注意一项，教会有信徒的名册，并无表示你会当伫天堂。因为这个只也阁，洗礼只是信仰的开始呐，尔，洗礼只是通过迄个信，通过迄个洗礼的信宣信，然后你甲上帝开始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。这个合宜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，罪情跟神圣的上帝的关系。那这个信是安尼，因为信心帮助你成做对化外人、对迄个贪外的人，还是讲羊调外的人，迄、那个信帮助你怎变做羊调内的人？迄、那个怎对外口变做内面？信心已经来伫遮啦，你已经对。过去你毋是伫即个葡萄园，但因为神的缘故，你已经入来到伫即个上帝的家庭内面，所以你甲我咱即摆是伫即个葡萄园。问题阁来啦，伫即个葡萄园内面的葡萄树，老侪你有咧结果子无？我有咧结果子。啊，迄个果子，就是你生命，用你的生命活出什么款的品行？予人会当通过你来吃、来欣赏、来吸附，你所结的果子，佫会当影响别人，予别人的性命得到丰富佮改造。我想即、這个，现在你要讲，我的葡萄，我的葡萄的种佮你的葡萄种都无共款，对？咱要讲，伫上帝的葡萄园内面有足侪无共款的葡萄，葡萄后白后后迄个青的后迄个红的嘛有。我讲，毛迄个树葡萄，葡萄内葡萄园内面有各种无同款的葡萄。那个咱伫上帝教会内面，咱有足侪无同款的人，甲人的了解，人对真理，人对什么物件，迄、那个各种拢无同款。但是咱拢是葡萄树，咱拢伫咧结果子，要紧是咱拢伫结果子。所以你的看法甲我的看法，无必然爱同款。红某的观点无必然爱同款。但是，大家人要活出你的性命规矩，予人吃无？这项是上帝国上要紧的一项。你有结出规矩啊？
来，咱讲了，这个是耶稣，伊道成肉身，到伊三十岁出来了后，第一摆引用的圣经，伊入去到伫会堂，过会堂的看到耶稣站起来，过会堂的就摕圣经来给伊，迄、那个是毋是叫做圣经？迄、那个是先知的册，一册一册，一卷一卷，然后伊摕着以赛亚。耶稣入来，就掀开以赛亚，然后对耶稣引用，这等于是伊的上进书，人生开始要对遐开始一生的上进书。啊，那对十八章，咱到底来读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。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你的喜言。于是把书卷捡起，把书捡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。”注意讲，耶稣在伊的上进书的中间，伊安尼读一段以赛亚的。讲主的灵在我的心中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予我传福音予送羊人，差遣我报告主哦，是报告。咱什么时阵来做报告？国王交代你一挂代志，然后一挂代志交代了后，一段时间了后，受交代的人倒转来甲王报告讲，王啊。你交代我的事，我这项拢做了啦。啊，报告你知，迄个叫做报告。所以耶稣伫即个遮伫咧引用即个以赛亚的圣经的时，以赛亚圣经安尼写，耶稣就引用这段圣经是讲，叫我传福音无送羊人，找见我报告受虐的头放凄年的环境受压制的自由。报告上帝欢喜人，上帝欢喜人的年到。当伊读了了后，伊搁甲这个册搁用，然后伊伫正人讲一句话：今仔日这个圣经应验伫恁中，伫恁中间。因为这个才一个真要紧的事。读圣经了后，你看到耶稣过来一世人，伊伫咧三年半伊所做的，就是咧做这个代志。所以圣经怎样领受他的人，安怎领受？耶稣本身去做，做了后是实际甲上帝报告。我，所以耶稣是用青年的看见，摆开条路，互死人搁活，互遐个伊的性命得到侪侪创伤的人，互遐个踮伫厝内甲行袂出来的人，耶稣一个一个帮因，因的性命一个一个改变。耶稣讲：“今仔日这个圣经应验伫恁中间。今仔日因为应付主的百姓，当你甲我领受同款耶稣领受这段圣经过来，是咱要安怎做？咱要安怎落实？迄、那个落实的过程，就是一个神学的思考，就是一个信仰的验证。所以你是毋是基督徒？”就是咧看讲，你开始领受这个，然后有准备心，互伊会当结出果子来无？这是耶稣的话，马太。来，咱来看十六章十七章，好无？来，凭着他们的果子，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？棘里岂能怎能摘无花果呢？凡好树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。注意，你伫葡萄园内面，你是一丛什么树？你是好树吗？你是歹树吗？你是一丛会结果子的树吗？注意一项，伫人群的中间，毋是逐个人拢会当结出好果子，毋是伫人群的中间，逐个人咧讲话拢会讲造就人的话。有当时啊，咱所做嘅，互人担心，这是若无细腻，咱好树会结出歹果子。所以你若是好树，都要伫逐日的生活，所以要讲，咱都要
灵修都爱祈祷，都爱读圣经，都爱常常带着一个使命感来活。迄个使命感就是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上帝的百姓，我要安怎做到互人，因为我得到利益，荣耀上帝利益人，结出好果子，互我身边的人，因为食着我所讲的话，食着我所提供的康气的结果，因拢拍我讲，有你这个基督徒实在是真好。所以咱拢努力啊，成做一个结果子的人，幸福教会啊，成做一个结出好果子的教会。传福音是一个影响力，那么人看到啥，那么人听到啥。所以，愿咱大人来到地方教会，拢是拢伫咧讲正面、无漏感谢的话。拢是做每一个人拢会当伸出你的手，真正因为你若会当伸出手去牵遐个较生分的人、较年老的人，因拢直直感受到这间教会上够温暖。你想啊，礼拜刷了，莫讲物件摕来就赶要出去，安那无哦，你伫遮做三十年的礼拜，可能无啥人捌你，你嘛唔捌人，人嘛唔捌你。你停留一下，大家人互相亲睦一下。因为互相伫咧亲睦讲话，佮讲水的话、阿老肯定的话，你知影讲真侪人。你要注意看咱楼卡，我当爬起到三楼、四楼遮个人，有规个因也未出来咧礼拜，因开始中风，还是因年纪的缘故，无啊一段时间无出来礼拜。因第一时间无是到伫因兜，伊个状况到即马已经出来做礼拜几个月。迄、那个面貌拢有共款，迄、那个咱个教会啊，直直互人，直直互人来，进来到这个遮了后，生命会开始直直换新。耶稣讲，凭着因个规矩，就当辨认因是甚物款个人。啊，但是我这用个字都用伫咧煞，迄个七章二十一节，马太七章二十一节，你若看有话是到底来读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我们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真侪人讲主啊主啊，真侪人讲话，讲话是充满哈利路亚，充满主啊主啊。真侪人真够祈祷主啊主啊。哪敢咱伫咧祈祷的时，哪够话主啊主啊的人，哪敢咱祈祷哪有力？这个家是注意一下，耶稣讲，既然称呼我主啊主啊，无一进入天国，总是有一种人一定会入去，是什么的人？尊态。什么叫做尊态？是真正安尼去行的人，嘴讲主啊主啊，嘴真够祈祷，真够背圣经赞给人听的人，真好，但是这个无一定会入天国。那有一种的人会，就是读到遐尊探天父、行天父旨意的人，听到了后怎出去行，听到了后怎出去结果子的。耶稣讲，这的人你会是上帝国。所以，愿咱伫遮通过上帝话不断地咧提醒咱，伫咱当咱伫咧实现基督徒的生命的时，我想逐礼拜。咱个礼拜就是开始咧做转化，互咱逐摆离开遮，咱要安怎真目睭真金伫咧查验咱身边个人，即个人今仔日伊个情况真好无？今仔情况真啊真好，咱感谢主，互咱心心灵灵勇敢娱乐。今仔伊若有一挂代志，咱是小可停一下，加甲伊讲一下，加甲伊做一个祈祷。所以我巴不得咱教会常常有看到人遮一个咧陪另外一个祈祷。遐有一个人伫咧陪另外一个人讲话，我想即个即款个教会会当让每一个人入来到遮，无男女之别，无官阶之别，无啥物拢无，因为咱拢是生命个陪伴者。今仔日我陪你，明仔载换你陪我，哎呀，这是一个真水。对，上帝个儿子不断按伫耶稣基督即个模式来得到引带甲激励。咱最近咱伫咧即间教会，毋茫会当慢慢转型变做行动的教会。即边即礼拜伫新竹
咱总会有办一个五天的国际研讨会，伫国内外，伫德国、英国真侪国家美国、加拿大，即真侪国家的人拢来伫咧甲咱斗相。二十一世纪顶好教会，顶好教会伫现代台湾这个所在，咱要按怎样布用上帝扮演先知的角色？大人拢伫咧斗相遮个，要紧是拢伫咧反省，是讲信仰唔通全停留伫教义，信仰要按怎让伊变作一种个活力？昨日去台北。我嘛伫咧鼓励苏贞昌前院长，原本哩失志失志，到最后我嘛离开个时，伊讲毋免烦恼，我是冲冲冲，搁较安在有，我袂失志。最后伊讲，人生亲像火车，热情就是火柴，即台车到底要安怎走走完，我迄个热情完成。因为咱的信心就是迄个热情，咱的信心就是迄个热情。然后咱毋忙，因为教会对外咱袂当用烟火教会甲外口交流，咱爱转型伫对外口交流，咱爱用协会。所以咱即摆当一个，今仔日咱礼拜刷，咱就召开第二摆初八委员会，咱就是搁继续，咱甲县政府申请的彰化县金陵关怀协会。咱有一个全时间的人来伫遮，伊嘛已经行入去几人家庭，做真深，啊，真多谢咱中间有一挂人已经拢伫咧陪伴，确实一个一个咱咧做深度的陪伴。咱的教会变做一个关怀、服务、疼痛，通过这个服务、关心、疼痛，会变做一个医治甲信念鼓励。有当时你若会当。拜托，我要讲，你若会当开始来连接，因为唔通盈盈没代志，盈无代志，咱出来，大家人拢来，然后咱大家人来敲车，要安怎样有效陪伴咱身边，家己教会内面的人，以及教会外面的人。我想，咱真正爱做真多的参与，通过这一件，咱伫咧。参与伫社会，咱咧甲一寡社会无应该的物件挡掉，嘛积极参与社会法令的制定。你今仔日有看到今仔日一寡新闻讲，张小英有见两边的人 ，OK， 你有看到一边的相片出来，另外一边的无是无出来。我要甲咱讲，两边拢有咱顶好教会真要紧的人伫遐，啊，伫大家人对无同款的角度。无论你相信的是啥，咱就是咧影响这个国家到尾啊法令的制定。基督徒爱拢勇敢直直行出去。昨日，县政府佫来讲，牧师，毋忙县政府嘛，你会当成做宗教的执行委员。所以来到此，然后我都甲伊讲，拜托，即个跑啊！三月搁到，跑啊！大家人斗努力。迄个国标师的申请，各种标师的申请，拜托爱有限制。因为即个税金安全分配，大家人真正爱甲钱放伫迄个该建的所在。然后圣诞电灯，你所做拢放伫县政府，唔嘛迄个灯怎啊成就？宗教师。你拜托你搁变下一挂预算，予伊圣诞灯灯点起来，遐树仔来当满满拢是灯，予众人看落去搁较水，县政府头前搁较水。我的意思是，兄弟，咱若直直积极挖出来的时，大家人会看到咱，大家人会听咱的声，无论到底地方，到底中央。我想基督徒，咱唔通干呐秘伫教会内面，干呐伫咧做礼拜。我讲，这个是下骹你有看到迄个胡志强，已经伫台中大安，世界，你即马上网，你也阁会当看到大安妈祖园区，
迄、那个地位按土地拢规划，妈祖的迄个基座拢创好，妈祖这个像嘛伫福建叫人创好。我连接了牧师徛出来，伫个环境环境到尾啊，我即满拢无错。我的意思是，因为基督徒你绝绝对要徛伫信仰，然后你对这个社会还有一寡影响力。咱的教会开始要做真侪，跟外口有连接的代志。你看，咱平时做迄个衫，咱还阁有留一寡衫。遐个衫要创啥？咱毋忙有一个爱心墙，把遐个衫吊几领啊，当外口需要人就提起，需要人就提起。然后留一寡鞋落来，拢啊穿起穿用啊吊伫遐，需要的人舍不得提起。咱互人来看到讲，哎、欸，来到牛虎教会，牛虎教会太有，哇，太有劲，有迄种小小的动作。但是咱伫个奉舍不得表明。这个叫贴心，叫一挂新鲜的东西。那这个观念协会呐，经营关怀协会呐出来，我唔忙会当带咱中间一挂人，大家人到底来听。今日身边有一挂人，伊一世人有一个欠过，一世人有一个欠过，迄、那个欠过就是无法度通满足。咱到过年，咱来做一个圆梦计划。咱长期搁伫遮。有一挂人要临终啊，伊心内有一口气，伊心内有一个万分，伊心望心内有五万要完成一个，但是已经要死啊，还是伊挂念。你若听到这个，拜托你把这个消息报来咱遮，还是咱今年关怀协会咱发动一挂人，甚至到伫国外把这个物件连起来，好伊哎呀，伊讲我安尼死嘛甘愿，咱通会当来创造一挂。让这个信用是真活泼，让这个信用是足实际。因为我要甲咱讲，我真正咧真感动吼，真多谢啊，属于这古堂伫咧陪伴姐姐，啊，淑英老师最近已经真欢喜，拍开门，甲坐咱们来吟诗唱歌，所以即马。迄、那个门已经开开了，你哪会答？加陪淑英老师去遐唱歌，即马迄个门已经开开了。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。我想咱有一挂客事，拢伫咱教会周边。因无一定是基督徒，但是咱已经入去到伫因个家庭内面。毋忙，咱因福教会真正是一个，是一个疼个团体。你看这个魏家当时发生的事，端伫咱彰化县，咱彰化的教会，咱彰化的基督徒有参与什么无？我想一步一步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失落，咱会失落，咱去做见证。有当时啊，你要做见证，迄个角度甲力道是足要紧。你要用什么角度切入，啊要出来要出到是外邦，迄个是一个足深的信仰甲信仰的关系。OK， 啊。今天若拢伫咱周边，咱要按怎样？咱要按怎样去表明咱的信用？信用是啥？信用亲像一扇卡，信用也亲像一台船的各船的桥。OK， 这社会公平正义，然后社会的各种的服务。在上帝国内面的正义、贴心、甲服务，你心内的信用，然后甲服务，即个啦，爱伫伫配合，然后你会做出真侪真侪水的事。袂当干呐有信无去行，袂当干呐有祈祷无行动，为了去祈祷，白个就是行。我想咱要按怎样，互咱的信用会当伫即个印刷下面。咱要讲信，若无惊是安怎？是，我要咱的信变作死的信用，我要咱的人生变作一个死的人。咱咧讲活动活动，若要活落来安怎？动，你动偌济，你有偌济活力咧动，表示你的生命的活动力，你的活力活动。所以你的动力表示你一股的生命力。你的动力显明你这句话
价值感。所以这个跟年纪无关系，这个跟你的活力有关系。愿上帝的神在咱的中间来引带激励咱，信心要有行为。对咱身边有真侪基督徒，你知影伊有需要，你知影伊有艰苦心，你袂当讲平安哦，平安哦，愿你穿少穿少食饱啊，上帝祝福你哦，我放你去，然后 you do nothing。因为教会伫遮，那时你若会当有时间，你来定期讲教会两点钟，我一日包两点钟，我会当创啥？然后办公室还是地面老师甲你讲，教会节当做。你若讲我一礼拜我有三个一个一个，我唔知有啥物代志，只个只有真侪代志你会当做。然后大家人直直串联，互咱真正伫咱伫咱只个只个人。爱心对咱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，然后咱会流落过其他的，愿上帝赐予咱，引导咱各自。我们来进入圣诗